更有钱现在的。别老问。给我呢，给我在这个工位置。这个工在哪？这个工在这儿。一工呢？就这样。这样。那个那个畜牧的呢？对，宽。那个上者。对的。砍工吗？砍工的下。这儿。对。内力的砍工。啊。这个困工在哪？困工在前面对着，下最下面，中间最下面。哦，这是。这是对工啊。咱也知道这个先天道，后天八卦。先天属于这个谁呀、啊？伏羲，后天属于冥王。嗯，因为咱们如果在起居，我说过这个翻工啊，翻工的时候会用到，就是远工段、近工段，一个就是转先天后天。这个咱们必须要知道的。你比如说啊，我说这个乾宫属金，对吧？金代表什么？肺、大肠。离宫属什么？属火，带什么？心脏。这个巽宫和震宫代表什么？木。带什么？肝胆。这不肝胆。那另一个艮宫呢？脾胃。代表脾胃的，坎宫代表肾水，坎宫肾水，这个每个矿代表的象意。你比如，如果在离宫出现什么啊？离宫出现了乙，你可以怎么断？可以说神经不太好，乙是不宝贝的。一是断神经，二是断头发。如果它连上同时，就代表神经衰弱，对不对？如果乙加辛，代表什么？这个人什么病啊？属于这个血管瘤。啊，乙加辛临了白虎，啊，临了天芮星，临了这个休门，哎，这人是血管瘤。脑子上毛病，因为乙代表拐弯的，辛代表颗粒，对吧？你不可能你头发长疙瘩，那除非好几年没洗过。所以乙代表神经，代表脑血管，辛代表颗粒，连了白虎，你可以说你这个容易头，容易有这个血管瘤。或者这个血管上有很多小颗粒，肯定不会错的。哎，因为如果是脊呢，脊加心可以说脑子里长什么，长不也长东西也是对的，因为脊也代表脑子。哎，我们脑子长什么呀？我们脑子是不是这里啊？脑子就是这个形状的，和脊的形状很相似。哎，心就是颗粒，就是麻麻点儿。你再想这个心是不是在离宫是不是畸形啊？畸形是不是病变了、啊？那肯定是脑子就是说脑瘤啊、脑血管啊出问题啊。临白虎啊，代表这个是病很厉害、治不好的。这是断疾病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地方你可以还可以当什么？几家心啊？几家心还可以当什么？
他也可以断，我说你那个颈椎不太好，如果引干再有根嘛，对吧，代表这个颈椎这个上面这个主骨啊非常是不舒服的，有颈椎病啊，或者那个如果有戊辛呢，代表什么，代表他这个背上有那个就是血管有增生，背有什么增生，骨质增生可以这么说，因为戊是增生啊，戊是为胆，肿大，戊是肿大，所以说每个宫的象意我们都去组合，你看这个代表腿，这也代表腿，这代表肾泌尿系统，对吧，这可以代表肺，这可以代表这个胳膊，也可以代表肝胆，也可以代表气管，离宫就代表脑袋，代表脖子，代表心脏，它属火嘛，我们每个宫一组合一撞，它就显示什么病，什么信息就全出来了，所以说很多象意我们要熟读象意，熟读象意啊才能组合，不懂象意啊没法组合。我写一个东西，给大家开脑子。如果说这个坎宫哈出现什么，出现这个信息，白虎，加薪生门，天瑞星，这是坎宫啊，坎宫如果说坎宫出现这样的局了，这个有没有问题，这个局你们看看有哪问题，前列腺增生肥大可以这么说，前列腺增生肥大，为什么说前列腺增生肥大呢，因为生门没破，坎宫戊代表增生，辛代表颗粒，癸代表什么，它的内里啊就是肾容易出问题，前列腺增生肥大，或者病变，这个病在增长，人肾门要增长，因为肾门是门破呀，你是不是一组合就出来了？人白虎很麻烦，很难治，人天瑞星有问题，肾门又是增长，又门破，肯定有病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起局是来了一位女士，如果这种局啊很简单，她肯定是要来例假了，因为有鬼临了生门了，鬼代表什么，血液，就来例假了，肯定是这样的，百事不爽，肯定不会错的，要来例假了，这个心怎么解释啊，心就是那个分泌一些东西啊，脏东西，它月经，女人月经来东西嘛，月嘛，对吧，分泌一些脏东西，或者你看比如说这个那也可以说它是男，可以说是那个扭结石啊，或者是膀胱结石啊，或者肾结石也是行吧，也可能是吧，对，有个心嘛是吧，尿路结石也有可能，是吧？或者是这个子宫息肉也有可能，这个息肉或者子宫肌瘤。那你说这是什么病啊？这是什么病？这是连您那个天瑞。死门天瑞。这是什么病啊？做坎宫。这问题也很大。糖尿病。对，癸代表尿液，戊代表增生，做坎宫，坎主肾，肯定糖尿病。天瑞星有问题。肾有问题，什么病？糖尿病。糖尿病也不好治。所有的东西，我们有时候我们
我们不见点人，我说你有病，死缠烂打的也不好治，这个病糖尿病不好治，就从所有的资料都可以看出来。这是图像，你们当看到这张像在哪个宫出现了，一组合就出来什么事儿就出来了。这人曾经得过什么病，这个人曾经有什么习气，有什么习惯，就全出来了。哎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看，哎呦，最近你这个感冒了是不是啊？老流鼻涕是不是啊？我们不见这个人，或者对方是说，你说哎，你这宫最近感冒了，流鼻涕，怎么看？就是通过这些像，你比如说。咱比如说这离宫吧，咱比如说这离宫，您的这个秀门呢哈，您的秀门这离宫，离宫代表什么？离宫代表头部，戊代表鼻子，癸代表鼻涕，秀门感冒，流鼻涕，秀门没犯啊，肯定感冒流鼻涕啊，对吧？因为这个癸水代表什么？癸水代表脏的，分泌物。捂的个鼻子，天瑞星有病了，对吧？光流鼻涕，就感冒，也不发烧，因为没有丁火和丙火，它就不代表发烧，只是感冒。这么去分析，很简单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再去到这儿吧，今天，到这儿给你留息，对吧？哎，所以每个项目的组合，靠咱们的脑子去组合。很简单，很快，信息就全出来了。所以说要读懂了解每个象意。哦，戊在离宫代表什么？代表鼻子，代表腮帮子。如果在哪宫？在这个在坎宫，属于这个前列腺。女人呢属于子宫。如果这个戊。在前宫呢，可以说是脚，在坎宫也说是可以说是屁股，因为物是有肉的地方。因为每个字每个字，你把它了解的越透，你学的越好，越高。其实就是这样。那好了，一会儿我再多给大家补上。昨天呢，我也布置了一些作业，说实话一点都不多。我现在考考大家，夜尿夜红酒，总之是液体吧。下水道污水。你原来听过吗？没有。你讲话的挺快啊，这糖尿病你说的非常快。小王。低了我啊！我上面写了，你刚才写吧，把入目、进行、门破全写出来，里面写不快往外写，先写入目，再写门破，再写进行，再写入目，啊，再写进行吧，哪地方进行？谁在哪进行？手里没搞小抄吧？这不过成型了，你看。你第一个做的。人家想上来，人家做嘛。叫你上去，你得做人家这个事儿吧？肯定。一妹儿一会儿做你哈，咱不接。要不然那个先摆上两个凳子坐会儿。我肚子。昨天不是叫你掐手怎么掐的？激情怎么掐的？督促一下啊，督促一下，学得快。对，要不给点压力都学不会。考核大家是让大家进步，是考核大家让大家学得更好。对，是吧？是。手怎么掐？等会儿我教你怎么掐。
第一个是什么丝？不行了。那怎么我怎么下进行？第一个字怎么下？我说鸡啊，物极物兴这鬼，我怎么下进行？你别紧啊，土。丁丁丁立训，背过这五个功。还有两个字写出来。对，借助机形。丁坤丁立训。无极本先任归。四个角就入木。是是是。好，二十个波声出来了。记行了，记行了。说他忘，做了。哎，我们出来了。我昨天教你们掐手，我说啊，这个地方记行啊，我说对吧？用手掐一遍，对吧？怎么掐？第一个掐哪儿啊？我估计跟任鬼的记行。过去更新任鬼，你俩还是学的十二点，你俩真是没学的。学的，咱们没过才学的。学的太上去，怎么想不起来了？40个，那累坏了，二十个差不多。学二十个不行，还一边在这飞。40个真累坏了。那40个我是做不了。20个也够呛，应该做不了。还是谁够呛？你这样的话，你把这样行了。40个俯卧撑，你把这个入木写，把入木写出来。门框啊，那个你把门框写出来。把门框写愿意联系啥的，这连手写体都有了，名字、电话、求求号。入木了？哎，不行啊，我这个笔。耶！哦，原来刚才一小天没湿，不行了，我这个笔，我看看，都下水了。下水了。哎，用这个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一般也不在用，我看昨天回去我还用来了。入木啊！昨天晚上我用了它，那两个教材不一样，我还抄了一些东西吧。啊？下了。又下了啊？你刚才没反应准吗？可能是。下。一个是下。温度的事。温度不合适，温度不合适，哎，它就不下水。是，哪是你的？我能认得出来吗？我看看，哪是你的？这上面还没我的呢，我给你写上也行。那上一期的，上一期那几个人，都签在我的课本纸上了，我好记住了啊。在一起就是有缘啊，是吧？以后就变有联系了。对，有缘。啊，真是。四个多四个角，你怎么把这个做了四个角？这看小陈的电话图，有两个四个的，两个两个的。是吧？嗯，看着好哈。这看好不好？花前途。昨晚吃饭。啊？他说我这个电话。你是9314是吧？哎。
18686894，9314啊，这是1319哦，1314531，1319，哎，13都不行。是这个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这照了服务的，全中国人嘛，哎，从照片。1399951319，哎，你这群众号和电话号四十个，差不多呀。叫他连我都不了就行。啊，那不累死了。那继续呗，我坐看。20个，行吧？中间的字念号对吧？对，啊，崔颢的做黄鹤楼的是吧？唐朝大诗人崔颢嘛。哦，还有数着的，监督着的。一二一，这是今天的。好，孙子太长，1204，已经十个了。11-25，后的。那是上次前的，哎，那没记日子，那还五月份。我要第二个，我不记了。叫着菲菲了吧？我觉得今天你黄老师得叫你做服务。我打幺二零。机器人能不能写的？他都背过了，他做不了。够了，够了，20了，22了。不到12个，11个半，又白身一走十个，锻炼锻炼身体吧啊！哎呀，你昨天你们那个机型啊，你背过那五个宫，震坤是吧？艮离巽，五个宫这是机型。就无极更新任鬼是吧？入木当然都是四个角的，辰戌丑未不在四个角上吗？对吧？门破最好背了，你金门入木宫就门破了，土门入水宫就是门破了，是吧？火门就井门入金宫，入乾兑宫就门破了，这很好想。这个吉星宫背着五个宫。哎，吉星背五个宫就行了。忌坤，对，忌坤，离忌坤，哎，也行，忌坤，个人的爱，哎，啊，对，归武功，个人觉得那样最好，就那。